现在又把三家 SRF 的这个发电厂要放到观音去。桃园市政府已经两次撤销三家厂商的陆源许可，部长你还认为主导权跟决定权在桃园市政府吗？是的。还是哦？当然。当初 SRF 之所以能设厂，你知道最关键的文件是什么？就经济部的推荐函呐、经济部推荐函是没有法律的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！经济部在那边不负责任到说我的推荐函没有法律效力，那你发什么推荐函？你多此一举嘛。那不一定啊，推荐函跟推荐的单位当然是有关系嘛。谢谢你啊，这个上面没有法律的这个依据嘛。今天你用中央政府压地方政府，现在事后推没有法律。委员好，部长好，请问你去过桃园的观音区吗？没有，没有哈，那当然也不可能直接跟桃园的观音区的民众有实际的交流嘛。啊，业务上都没有，都没有了哈。我实际上我在桃园观音区的马路边哈睡了两天，睡了两个晚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清楚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啊答应观音人说早教要永存，就后来睡了两天也没用，我是陪着观音的民众哈想要来守护早教，最后一样照样开发了哈。那另外哈我也去了观音好几趟，那再次去观音我想部长就猜得到，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，是什么原因去观音猜得到吧？就是 SRF 的设厂嘛。你知道观音人的态度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没有观音人的朋友，所以我不太清楚。我告诉你，观音的朋友觉得真的很悲情了。事实上，以过去的选举分析来讲，在观音区啊，其实向来民进党的得票都非常的高。可是观音的人现在是很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今天珍贵的早教，那要观音人珍视的早教被破坏。然后呢，现在又把三家 SRF 的这个发电厂要放到观音去。其实观音的人很不能理解，我听了很多观音的朋友，因为我实际到观音去了很多次。那我这个心声，显然我觉得我们政府没有听进去啊。好，但没关系。事实上，桃园哈有这三家 SRF 的厂商进驻哈，那桃园市政府其实跟地方居民多次向经济部表达反对啊。那我记得哈在总质询的时候哈，那时候部长您哈曾经说了一段话，说这个主导权跟决定权在桃园市政府。部长你还认为主导权跟决定权在桃园市政府吗？是的。还是哦？当然。好，那实际上桃园市政府已经两次撤销三家厂商的那个陆源许可哈。我直接说了，这不就是标准的两手策略吗？经济部一方面说尊重地方主管机关的决定，结果也要尊重诉愿会的决定啊。诉愿结果推翻了桃园市政府的决定，我想请问部长，你到现在还真的认为 SRF 设不设是桃园市政府说了算吗？这个规定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规定啊。实际上他们说他们不设，哎，今天举个例子哈，我今天就是中午想吃排骨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你今天一个手抓过来把排骨抓走，就放了一个空肉在里面，然后你跟我讲说你可以决定吃排骨饭了，啊，诉愿会不就这样啦，啊？他驳了今天桃园市政府的，啊，报告委员，诉愿会不是经济部，我要讲的是诉愿会驳，但是你却说主导权在桃园市政府，我不是说诉愿会是经济部，我说是诉愿会驳掉这个事，桃园市政府还如你逻辑上所说的能够主导跟决定这件事吗？那就是我这样讲啦，桃园市政府送到这个诉愿会的内容，好啦，又推给桃园市政府，桃园市政府的错了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把它退回去。当初 SRF 之所以能设厂，你知道最关键的文件是什么？郑总不会不知道吧？最关键的文件就经济部的推荐函呐，推荐函，经济部的推荐函是没有法律的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！
没有法律的经济部哈，经济部在那边不负责任到说我的推荐函没有法律效力，那你发什么推荐函？那你发什么推荐函啊？你多此一举嘛？那不一定啊，推荐函。身为一个哎，我平常那委员写的推荐函，难道没有没有影响力、啊？今天哈，但是影响力今天有一个厂商，一个诈欺集团，他跟你讲说叫你要发推荐函，你可不可以说发了推荐函跟你没关系？你可以跟我讲发了推荐函跟你没关系吗？推荐函跟推荐的单位当然是有关系嘛。谢谢你啊，这个上面没有法律的这个依据嘛。今天你用中央政府压地方政府，现在事后推没有法律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这一点观音区的民众已经可以公判了。你从人民的角度，当初看的就经济部的推荐函，你现在跟我讲推荐函没有效力，就是所谓的误会一场。你这个说法，你能够说服观音区的民众吗？我想在这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建议部长啦，你就去那边睡个两个晚上。我们是公家，你看看观音的人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说法？我可以了解，但是委员，我们这个公家机关就是依法行事嘛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就是、我们只能反正你发推荐函，您推荐函没有法律效力，发的推荐函不关你的事。你谈的是非常有道理了，我非常的尊敬你，你讲的非常有理。我不需要您的尊敬，我只需要您，但是我去心疼观音区的民众，我必须要依法行事嘛。依法行事、啊，法理情，你讲的都非常有道理。来，请问你。经济部发推荐函是根据哪一个法律的规定？你可以发推荐函的啊？经济部根据哪一个法律发推荐函的？政策表述推荐嘛？哪一个法律啊？讲给我听啊！法律名称？我们不是依哪一个法律吗？哎，谢谢你，口口声声依法行政，连发推荐函法律依据都说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依今天经济部高兴行政啦，谢谢你啦，谢谢你。部长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经济部有开专案会议，有开专案会议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官方的专案会议，并不是只有推荐函。好，谢谢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